哇，这球够难的。哎呦，吴天。比赛开始，首先获得球权的是主场作战的江苏队。很坚决。嘿，上来一打板。有经验。陈俊坚出脚，好机会，好机会，而且是找到了关键得分手。手对手再掩护，吴前迎着防守再进。布鲁上场，换下了邓蒙。我们看这少了一个进攻发起点，对于浙江的进攻影响是什么？吴前自己来，难度真大啊！加急往外给，个人防守。哎喂，到位了，但是最后一个轮转被突过去，嗯，这个效果会更好。你说比分都不高，而且很明显，谁防守做得好，谁有机会。嗯。掩护换人，好球！终于啊，你横向的转移外线效果不好。吴前，这是之前两个三分没有投中，又把手感续上了，又进攻篮板球。吴前接球三分，好球，连进两元。他现在没有持球的压力了。郑蒙也很聪明，你现在不加，嗯。这球得防住啊，是要起势，现在浙江再来五、三个三分命中。哇，这球够难的。哎呦，吴前跳投。你稍靠近一点，人家又进一个外线啊，有创意。嗯，加急同样的位置，江凯再进一个三分，立刻可以回应。是要打一个整体的东西。嗯，嘿，吴前突破得分，扔一下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呢在客场。